粤港澳大湾区仲裁联盟2021年度工作会议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商事仲裁制度衔接及仲裁国际化发展论坛11月23日在横琴举行。会议提炼联盟秘书处发起的湾区仲裁机构四个共享倡议等亮点及十大经典案例。这个总体方案下来以后呢，横琴就面临着全新的发展机遇了啊，所以我们觉得放在这个地方来开对仲裁的发展，对仲裁联盟的发展，对整个大湾区的建设啊，都有它积极的意义。在会议同期也发布珠海国际仲裁院服务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实施方案，创造性地提出了指导原则和方法。仲裁机构正好是要直面一国两制三法域的若干具体问题啊，所以我们有必要建这么一个联盟，共同凝聚合力，共同来商量怎么来突破这个法律区域不一致带来的这种不利的因素啊。仲裁作为国际通行的纠纷解决方式，随着越来越多港澳居民及国际人才在深河区就业生活，未来必将在珠澳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第三期澳门研究系列讲座近日顺利举行，活动邀请澳区全国人大代表崔世平就澳门城市的框架及未来发展规划进行讲解。活动同期也举行中心顾问聘请仪式。随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正式成立，琴澳两地将更加融合。崔世平表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与澳门在规则规划上衔接相当重要，需要尽快落实对澳门经济多元化发展产生的显著效果进行衔接。青春激昂，梦想飞翔，2021第七届珠海市大学生创业大赛暨第二届珠澳大学生创业大赛决赛近日正式开赛。赛事分为主赛道及珠澳文旅创意赛，共产生26个获奖项。赛事经过七年发展，已累计吸引1072个项目参加，获奖项目共137个，总资助金额超过530万元。此次大赛自十月初启动至今，共吸引217个项目报名参加，参赛项目包含互联网科技、AI 物联、医疗研究等领域，希望可以通过全新的平台，激发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力，实现就业结构升级优化。2021横琴人寿横琴马拉松12月26日将于珠海横琴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1月16日下午3时，马拉松爱好者可以通过横琴马拉松官方公众号进行线上报名。整个的建设呢是日新月异，我们也是欢迎这个各位跑友呢能够用他们的脚呢来亲自丈量一下，我们一年一年的丈量我们横琴的这个变化。本届赛事起终点为新落成的横琴金融岛中央公园，途经金融岛、横琴口岸、澳门大学、澳门青年创业谷、横琴国际网球中心、创新方、花海长廊等横琴地标性建筑和景点。赛事规模预期达到12000人。那么我们粤澳深度合作区今年挂牌以后一定需要用一些大的项目来承载着粤澳深度合作区走向世界。作为合作区成立后的首个大型体育赛事，此次赛事也将融入更多澳门文化元素，吸引更多澳门企业参加，推动澳门体育旅游产业的多元发展。也希望有更多的就说突破这个，就是让两地更加的融合融通，包括这种体育赛事，我们做一个先行吧。我们也为澳门的这些选手提供了，比如说像去年一样，在澳门本地我们增设了可以领取参赛包的一个服务。然后另外呢，在赛事当天我们也会设置可以让选手从澳门出发，然后从横琴口岸通关到达那个赛事地点。受疫情影响，本届马拉松仅接受低风险地区的中国内地公民及澳门本地居民报名参赛，并会根据疫情实际情况进行赛事调整。